放在市场上，随随便便都能看到中六位数的手镯。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，25万能不能变成50万？这是一位翠友花了25万淘的手镯，毛了料子总水非常的够了，花色也非常的灵动。通过抛光打磨之后，总水要是全面释放出来的话，那它的效果的话可能会更好。那它的起货的话能不能翻倍？我们现在的话就直接拿过去加工起货。为什么我们行家都喜欢毛坯？首先，毛坯手镯它可以安全口定制，不像成品那样受限制。毛坯如果起货涨了，那便是自己性价比，如果没涨，那它最差也有个限度。这就是毛坯的魅力，这个起货真的太漂亮了。咱们来看一下，整个的光感已经全面释放出来，你看这个荧光感，而且它的总水非常的不错，整个都是透手的，带着灵动的飘花，不灵不灵的。虽不说物超所值，但一定会让它物有所值。那你们觉得这个手镯的起货怎么样呢？